进来两年，对，第四代勉强没有化妆啊，第四代，第四代就有延长，那你用更早吗？一样第四代，嗯，对，就是又老又美，太嗨了吗？非常嗨，十分的香。可是我怎么没有感受到你的嗨？因为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都在这里跟这个团那么久了。不是，因为在你们这个公司，大家都在办公，这个人数比我们的那个签唱会人还多。怎么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都登上过那么多的那个伟大的舞台了，你看到的人就会知道这里的几百倍。没有，我登上那个舞台，我是去扫地的。对对对对哦，真的吗？那你有空也带音响去扫地啊？会，我去拖地好。我们再打电话回去那个问一下杰伦老板。哦，真的真的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南拳妈妈 5.0 啊，对对对，是不是？欢迎你们来 ，Hello Hello， 金南哥，哇塞，这实在是，我觉得哇塞，这太让人紧张了，很开心。虽然那个这里面，哎，这整个团现在大家对，哎，这个公司你来到这里，大家最熟的是严翔啦，但是一直在听歌的人最熟的应该是你啦。哦，因为我是拉低他们的平均颜值跟还有拉高他们体重。其实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多的自知之明，然后还可以在真的不愧是一个领导人物哎，而且你不断在装扮上就是一定想要凸显自己，就是这个年代已经很少人穿这种金葱的东西。哦，因为刚刚我有跟我阿嬷借的，刚出门的时候。真的吗？哇，天哪，你阿嬷好厉害，亮片这么金色，还收集这么多。我阿嬷已经走了，收集这么多，而且这个可以变色哎，我知道这件衣服很厉害，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变色。所以你就是什么样的心情？会让他有什么样的迷彩？对，今天刚起床的时候有点赶，所以就没有管他，稍微乱播了一些。而且他所有的那个装扮上都是这个团最亮眼的，然后他穿了一双红色的鞋，而且刚好又在圣诞树后面。对啊，真的。因为他们几个就是长得比较帅啊，然后一下有到比较而已嘛，应该是还非常哦，非常。我刚想说不太好意思自己讲，对对对，是啦，那是还是你的团员啊。但是我刚刚跟那个弹头在聊天，从这里开始是有。当然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就是有这个南拳妈妈，刚刚他自己讲说，这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品牌了，他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歌唱团体，对不对？对啊，其实就从我17年前被杰伦签下来，那个时候我觉得南拳妈妈是一个精神跟一个象征吧，我觉得是一个有一个传承的意味，那希望说现在我们。找了这些，也是从各大比赛或者是各个领域出来的新的创作新人，那希望说南拳妈这个精神跟品牌能够因为他们的努力，
那也能够让更多人被看见。不会啦，你这团名取的就是这个意思嘛，妈妈就是会一直想要孕育更多的下一代。对，其实在这个办公室讲话我真的不太敢太大声，可是又拿麦克风，没关系啊，我们还会，你如果你这样子他们会以为不够大声，然后就一直不断调着他们，然后等下你们唱歌就会整个啪这样子。那 reverb 可以大一点吗？好、哦、真的吗？现在的讲话都要 reverb， 真的也是蛮专业。好，那跟弹头先生这个简单开个场聊聊天，然后今天带来的就是有 4.0 的，有 5.0 的，然后就是你现在最新的一个成员的组合、嗯、我们让他们来跟大家打招呼，有的人大家都是熟面孔了，好好，我们让那个最大家最不认识的那个女生先来跟大家说话。嗨，好 Hello， 哎，在哪里？没关系啊，不用担心，镜头大家好，自己会找到你。我是男权妈妈新成员陈宇杰。哇，真的，你是经过周杰伦认证的新成员。对，然后还要登上各大媒体，然后还有你的 A41 什么之类的，是不是？谢谢建安哥的 follow、啊、也没有 follow 什么，就是随便 Google 一下就有。好直接。真的，他比较酷的是在那时候，因为我们跑杰伦的，我跑杰伦的巡演嘛，是我当就固定的嘉宾、嗯、然后其实我们都碰不太上、嗯、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急着要就是要让别人听说，哎、欸，这个小女生的声音，之前是郑岚嘛，她、啊、在非常好，非常厉害。我想说，哎、欸，那有一个不一样的新人，让别人听一下。哦、啊，找不到时间，叫别人说，哎、欸，那就倒数第二场香港场演唱会唱完，你把他们请来那个。我以为说直接叫到台上唱了，没有，他们上班比个那个那个，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最酷的是要把他叫到茶餐厅。哦。然后呢，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很有名，大家就会去吃的那家什么华的茶餐厅。然后因为我们就我就跟杰伦去那边吃，结果他说，哎、欸，那个新人可以现在把他叫来嘛，然后就把经纪人就带他来，然后一进来他说，哎、欸，那你唱给我听啊。他说啊，在翠华吗？对啊，不然呢？我也没有时间，你也没时间，那就现在唱吧。好棒、哦。结果他就说，那我就带来一首不该，结果杰伦说那。听你唱完之后，不该就是你该加入男权妈妈的时候，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拍手啊，恭喜你，恭喜恭喜！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这样，这个我觉得还蛮酷的。至少在这个团里面，就是对你来说，就是老板是个定心丸，真的。就是要想要唱歌，然后在他的那个麾下，一定都会有非常有机会的，应该这样讲，对，对不对？对。但你们挑女生就是身高都一样啊，颜值男跟女也都差不多一样。身高那个颜值对我们这个团都还好啊，真的吗？就是要红叶想要有才华在这个团呢，没有没有没有，男生一定要帅啊，这好像是对，除了我以外，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女生，就是我们觉得哦，女生就随便啦，不是不是啦，啊、就是一定要女生身高要可以跟他们就是搭配，有啊，很搭配啊，你永远都会在一个就是可以接到水的位置，对，这感觉还蛮好的，就是就觉得他们看过他的很多演出跟。表演都觉得蛮有才华、嗯，又在柜台，他又在柜台上一些节目，我就觉得、哦、我听陈说有在柜台上班，柜台上班说是当总机还是在卖保险？他在市里，会不会哦？人生上特别的事情，待会再来聊。好，那再来让那个跟这里很久不见的那个红颜翔也想来跟快点跟大家那个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红颜翔，好久不见。嗯，啊，都去哪里？最近这两年一样就是跟着男权妈妈就是跑活动跟发专辑、啊、然后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初就回归到演戏，去年年初我拍了一部电影，今年暑假的时候会上、啊、暑假的时候要上，对对 对, 对啊，我永远记得那个那时候他在这里演了一部戏，然后那个最后一天杀青的那天，这个孩子是重感冒，然后重感冒就隔天早上就坐飞机又要出去表演，对，然后那时候我在现场跟他最后一场那个比赛的戏、然后就他只要一休息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件大衣然后瘫在那边，然后导演说来颜翔上戏了，哇，他就直接就来就行了。就是那时候对啊，辛苦工作上都是这个样子，对，可是我就觉得、拍完那档戏就是让我其实收获非常多，当然啦、你在那边也算声名大噪，开什么玩笑。对啊，就是很开心，那很希望可以再有机会赶快能再拍这边的戏剧、哦、真的吗？就是、因为 他的意思是说，就如果有在跑什么宣传不用找他，他想要去。没有没有没有，我说因为其实公司就会把时间分配得很好，就是宣传时候宣传，然后演戏的时候就让我去拍戏这样。哎、好啦，看你这样子就是也是蛮开心的。对哦，然后他永远赶快找我演戏哦。Hello， 对对，我刚刚、这孩子其实也是蛮，就是对某些事情就是有一种忠诚。我觉得他是一个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细节，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他就是很文青，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参男权妈妈的选拔的时候，是那其实也有很多各地高手来，然后我当评审的时候，其实我想说，哎、欸，要听他们的声音，所以我都漂亮一点的，没有想说，没有，
就是都有，然后想说，哎，眼睛闭上，不要看外表，就是听，我就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哎，他的中低音啊，蛮好听的。就我一抬头看到，哎呦天，你长这样，你会唱歌，我就吓疯了。真的，就想说，哇塞，哇，这是赞美耶！天哪，你的赞美别人段数好高哦，要成。就觉得他。就是长得很从漫画里走出来这样，有他就是啊，他那时候在戏里面也是，你回头再去看那个第一集，他那个骑脚踏车出来的时候，你会以为在翻漫画书，吓死大家。我会觉得哇，那真的很蛮不错，而且那时候大家还很会帮他配了一个混血儿女朋友，哇塞，我想说这整个戏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他不然他们不相信我给他第一名，因为那个在后面，我也不相信你给他第一名，但是这么。不是 不好意思，没有你，他那个是有比你的台风，然后你的稳健度，比你的外形、你的打扮啊。那当然，我们有遇到一些真的很厉害的那种，很适合发个人专辑的那种，真的对啊，就是九拐十八弯那种很厉害的高手。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演响的平均分数在就是在你的那个在大家的想象跟期待中，就是有一个就觉得你觉得是适合的，对，适合在那天唱什么歌啊？洪延翔。那天好像唱宋念宇小雨的《想你的习惯》吧？哦，真的哦？那你现在要不要唱？随便唱两句？好，可以哦。副歌来一下。好，来啊。这一天，我想跟着你，跟你说你最爱的笑话。我想以后都能在一起，每天想着你已变成习惯，一直幻想你在我身边，牵着你的手，我和你甜蜜的走。然后唱两句就有唱这么多句，没关系啊，那就对。哦，你就听了他这歌这样子的。对对对，还有一首，他有唱王力宏的《唯一》吧？我记得哦，他有唱王力宏的《唯一》。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觉得，哎，他的中低音很适合南拳妈妈，是不一样的感觉。真的，哎，那我可以叫那个翠华的那个唱一下《不该》吗？可以啊，他就跟你跟你跟，翠华的，哎，翠华来来来，翠华，对啊，还没开场唱多少，可以啊，翠华，你们两个自己，你们两个唱啊。帮我对啊，你们两个一起啊，就一起嘛，大家来了还有谁帮谁的问题嘛，就是一起唱，对啊。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让我们微笑离开，让故事留下来。放手后爱依然在，雪融了就应该花开。月若尽了就不该再重来，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让我们微笑离开，让故事留下来。我忘记了谢谢翠华，谢谢翠华，对哇，翠华唱好棒哦！天哪，你从今天开始就叫翠华了。翠华，哎，翠华多好记啊！对啊，你把你注意自己哎，所以那天他也是这样唱吗？对啊，我觉得他蛮酷的。所以另外那个男生的声音是你帮他唱吗？没有，当然没有啊！啊，你干嘛这么客气？不是，当然是他。你好见外哦。对，他清唱，然后杰伦就说：“哎，自己唱还行。”他是自己唱男生的部分跟女生的部分。哇塞，一人分饰两角，跟伤心酒店一样。那天可能喝的比较开，所以那天唱的比较好。哦，没有啦，这都不错了。我说你本人吧，你看可能以为那个真的是，然后你们这边都是可以清唱的，所以你的团员真的都不是盖的。对啊，虽然长这个样子，人家以为是偶像，但也都有实力的。就希望大家就是会多多。但你本人是比较注重实力啦，我知道你。我说你个人，我个人因为我没有颜值，我也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样讲，你只是。暂时把它忽略，而且就是自己放肆了一点而已。不然的话，你应该其实也是蛮好的。其实人都是有曾经的吧，你应该也有一些照片是可以拿出来给他看。其实我从八块肌练到一块，然后我真的觉得八块肌这个你就太浮夸了，我不相信你有。你不相信？真的有啊、哦？你都没有掉过照片，因为要做功课啊。啊，真的吗？请看。小时候，对过去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都只能够成为回忆了。对对对我们觉得对，因为我花了很多钱把自己练成这样的，对。对，肚子都练起来了。没事啦，其实人真的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接下来这一位就是比较有国际范的，就毕竟就是曾经在就是有很多人的舞台上面，在那边唱的还蛮嚣张的。我没有嚣张啊，我说他啦。
哦，他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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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砰，然后他转过来的那一种。哦，对对对，很酷哎，他那件没有周杰伦是不是？有。杰伦哥转过来、哦，杰伦哥没有转过来哦，应该他就是要闯这个，我才不要转。所以我是假音，就是唱的不好。哦，他后来有跟你说还是这样？不会啊，但后来你还是那个有人这么青睐你。对啊，哈林哥还蛮好，哈林哥跟那英老师帮他转身，对对对。然后就是，可是在老板面前，老板没有转哎、欸，没有他不知道他。我知道，我是说，就是，但是心里还是会受挫啊！天哪，我老板没有转过来。但我其实没有想象过会有老师为了转身、啊、真的、啊、对，因为那个时候严翔在拍戏、嗯、然后那个时候弹头哥在唱地表最强演唱会，其实我是已经加入男权妈妈了、嗯、但还不知道自己现在要先做什么，是对，然后那个时候制作人就说哎、欸、你要不要去试看看，就是去练一练歌啦，真的对，没想到有老师转身，怎么会那时候你那么厉害，对啊，好，快点跟大家那个介绍一下自己，好，快点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男权妈妈的成员曹景豪，谢谢建哥。你好，你好，今天很开心在那个弹头的引荐之下，让我们有机会跟那个新世代的那个会唱歌的人见面。嗯，然后您又这么强大，对啊，我没有，你不要这样子。我跟你说，人坐在这里就这样气场强不强？我真的是啊，是比较胖一点才可以坐这个位置。没有没有没有，对，那你本人就是比较好、嗯。对，他们都有 solo 了，那你自己来一下。我麻烦嘞，我唱什么？拜托你歌太多是不是？那你就唱《听见下雨的声音》好了。天哪，他不懂老板的歌哎、欸啊，而且还公然在这边又没有。弹头哥可能要唱这个瓦解退后歌前自己写的，哦，自己写的。让我想一下，瓦解也可以啊，可以。最长的电影、哦。哎，来来来，你看我们什么没有？就是哎，快点，严翔帮我接一下。有那个。歌词哎、欸、啊，等一下再帮我们唱啊！哎、欸，你知道这首歌在我们这里很重要哎、欸，有空可以，你们是今天最靠近这首歌的其中一个，就是 member 这样子。为什么、啊？因为这里面哈，就是来唱歌的歌手，有一天我们自从不小心点了这首歌，然后每个人来，我们都一直让他点这首歌，就是必唱。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个谁就来，魏如云就来了。哦，本尊来了。对 对, 對，然后后来那个本尊唱完了之后，拍 MV 的柯有伦也来。哦，所以大家都要唱这首歌。对，然后现在就是对这个歌的那个啊、员工来了，对，你们现在是员工代表，哇塞，真的，等一下再一起唱，好啊好啊，总有一天希望可以那个老板也来帮我们那个，让我们可以开心，我们可以到你们那个公司去录《安安大明星》，是啊，所以你去香港唱完再帮我跟他讲一下。好，我会尽我的所有力量。你只要一点点力量就好，你只要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了，你就跟他说，哎、欸。我跟你讲，这样就好啦。你还那么所有的力量，少在那跟我装了。你跟他们好，我跟他那个用下跪的方式来。是，但我也不用到用下跪的方式。对啊。好，我知道我要唱什么了。我懂，我有感受到你的指导。我知道。那你需要站起来，在他们面前就是展现出一个大气。因为是 这么早上 KTV 其实是有点。这哪是 KTV 啊？我们是 live， 这是这里是一个 unplug 的概念，怎么会是一个 KTV 呢？好，可以可以可以。对啊。完全不插电。是啊。好了。而且我还清唱。三拍子，好不好？好。路也无伴，幽冷的清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未出嫁，想着少年家。啊，就这样子了。OK 啊，对嘛，也是下雨声啦。对对对，也是下雨天，那来这个地方就是要唱不太一样的。也对啊，就是把大家的那个过去、现在那个把它连接一下。对，就是大家在这个团体有不一样的一个，像我以前小时候也是，其实我是比歌台语歌唱比赛啊、哦，真的。然后杰伦听到说，哎、欸，我把那个沙梅沙利他写的，我把它改成 R&B。但是那个我因为我把它改得非常高，你是说在比赛那个要晚上喝一点才可以，现在太早了。哦、就是那个时候。我是那样子被出道的，被他看见的。对，然后我想说，嗯，真的假的？他打电话给我说，哎、欸，那个你好，我是周杰伦。我说、啊，然后我那时候跟女朋友在亲热嘛，哦，我觉得你细节讲太清楚。我们其实没有很想知道你谈恋爱，逛完夜市在谈恋爱、哦、好好啊，对对对。然后你看他们都害羞了，孩子就经常听到你讲的这么巨细靡遗。小朋友也是需要成长。我懂我懂，但是他们其实很害羞，知道说现在太早了，对不对？十二点多，深夜节目了。然后他就打他说，哎、欸，你好，我是周杰伦。我说你是谁？你快点不要闹。然后你知道我弄的时候就很烦嘛，然后你不要闹，你还未显示来电。是，那你还接？没有，我
想说如果爸妈打就完蛋了、啊， oh. 我那时候才大一而已。Oh. 我说完，我说哎、欸，你想说我、欸、你好，我是周杰伦。我说你如果是周杰伦，我就是刘德华，你要不要快一点？就是我还用了几句那个语助词， oh. 我以为是同学在闹，因为他那个时候很红嘛。然后他说没没，我真的是周杰伦。然后说他说我你 是有跟我学弟比一个东吴大学的歌唱比赛这样。Oh. 我说嗯，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因为他学弟很喜欢模仿他，我觉得他可能是骗人的。Oh.就后来没有，他说：“哎、欸，遇到个 A 货。”后来他就是讲了很多次之后，他说：“你那个大年初七来公司，我那时候觉得开工拜拜，对对对，直接杀猪工的。”结果他说：“欸、我们要组个团叫南拳妈妈。哦”对，我的开始，我的开始是这样子，酷哦。然后就觉得很特别，而且你刚刚在模仿周杰伦很像哎、欸，有吗？有啊，就是说我周杰伦那个，就听起来就我们以为周杰伦来。真的吗？拜托了，再讲一次，求你了。我觉得这个节目好嗨哦、喔！啊，真的啊，这么早一定要的啊，不然都等人半夜才在嗨的，哪有？我们这种是自来嗨，中午就嗨啦，对啊。哎，蛋总，你那个等一下演唱会不要开玩笑，不要乱唱、喔、好，认真一点。对，还能会讲？我觉得有那个很特别，这三个就模仿不出来，就没办法。对啊，没办法。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见过几次，对，像你讲话，我觉得你连断句都很像，你连那个那个是吗？就是我们的感受啊，我当然也没有跟他这么靠近过啦，但是我的意思，哎、哦、有哎、欸，我有帮他，哎、欸、我有一个活动上见过他一次、啊，因为他还没有那个组成家庭之前，都是我跟他睡在一起啊。哦，真的，对，天哪，所以你真的很懂他，也很了解他，没有小时候他很相信你。所以他把男权，他把男权妈妈交给你，然后就让你去张罗所有的事情。就是他很照顾我，就是他也希望这个他所创立的一个音乐品牌，是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再多多努力。那有啊有啊，对，然后因为 Lara、张杰、宇豪、巨炮、Gary 其实都他有自己的发展，而且都发展很好。那我其实我们也常聚在一起、啊，那就是这个品牌出去的每一个人，像。张杰不管幕前幕后，他都有在担任制作人啊。巨炮就当然就跟着做周杰伦全世界的演唱会。是 Gary 还是杰伦专业的录音师嘛、嗯？那他还有帮杰伦制作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像宇豪现在是做电影，然后他也自己做配乐，所以那就是以歌唱比赛出来的。我因为我这个身份嘛，我帮杰伦写一些歌词，比方说《风》啊、《退后》、《瓦解》、《搁浅》这些歌。那新专辑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合作，所以现在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你要先讲，你下个月不是很忙？下个月？对啊，你不是要去跟他去哪里巡演？是十场的南拳，对、啊，希望是南拳妈妈十场的杰伦的香港的演唱会，十场香港。然后对，希望大家也我也知道可以把这些人带上去，他们就跟他们四点零都跟到五点零。其实我正想要跟老板讲，所以。好吧，而且长那么帅、欸，可以吗？就是希望他们，因为毕竟我也是需要去请教主持人，就是、走跳一下，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希望能够在杰伦演唱会看到南拳妈妈这样。可以啊，可以啊，但今天南拳妈妈来是有一个新的作品的，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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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天哪，我们开场看了快半小时就上台了，没错，好感人哦！天哪，怎么会这样子？你要叫谁介绍？由你来发号。让那个。中国好声音的、啊，好，好吧，那个各位亲爱的朋友，这首全新的单曲叫做《奇迹》，然后是南拳妈妈陈君14年以来就是第一次发行的单曲，对，那单曲这首歌曲《奇迹》呢，其实是来自于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团体，叫做 Green， 因为他那个中间那个E很多，好，然后呢，这首那首歌曲其实。曾经是那个偶像，那个戏剧非常红，然后在 YouTube 点阅率有达到2000多万。嗯，然后我们制作人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希望，因为那个时候这首歌曲是四个男生的团体是，然后演绎的，那希望我们南拳妈妈加上女生，有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它。嗯、对，他讲完了，你满意吗？还有吗？还有啊，那他还没讲完。很棒啊，其实。应该说你们能发片是一个奇迹，我觉得对啊，它就是一支歌而已，一首歌，对，一首歌，对，就是一首歌包成这个样子，真的也只有周杰伦可以做到这件事。没有，其实哎，我自己要强力，你要把它送给我。现在的老板其实不是杰伦啊，真的，对，其实是在后面那个看起来很像我们的那个可爱的小妹，是对对，他是我们的老板，但是杰伦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当然当然。然后就是你看到这个。
包装你就知道这老板多有钱。就是我那时候想说，要发单曲，然后想要单曲的概念就是，因为我录太多了，所以就是，单曲概念就是发行，然后数位上一上，然后就看点播率，然后就是把音乐制作好，然后可能做一个简单的发布会，然后用各大平台去把它推播这样。他说什么有记者会，还办了两场，然后北京还要再办一场。是啊，这不是很好吗？对，然后最好像昨天我是想说，那主持人，我说主持人是我们自己主持吗？他说没有，明天是焦哥主持。我说焦哥，我说我天哪，你金曲奖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公司日光橘子，然后就是。给我们这么大的鼓励，那在这个唱片这个这么不景气的，这已经到萧条了，已经到不景气了。对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去年应该在我们大陆，我们也是做了60-70场的商演。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就是。所以现在应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老板愿意再帮我们花很多的钱去做这个唱片。现在那个这些人都是那个人气小王子，还新加了一个小美女，再加上你本人这个，你知道天下无敌的一个天下无敌的体重，也还 OK 啦，这个还可以，还可以。就是其实带着他们，我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喜欢，就舍不得送给我，就一直拿这些。大哥，然后一直在那边写成那土建安哥，然后甚至没有蛋头，一直都没有给我的意思。真的很开心。我说轮到我介绍一下，让我想说要啊。对啊，然后想说一首歌可以让你讲这么多的话，可见你真的对他也是充满了特别的情绪。这个 MV 很酷，那个时候拍《香草把布》的时候，我记得我写《瓦解》跟《香草把布》是我的人生第一个词曲所以对你意义重大就是杰伦，就是你知道从他的房门走出来说，丢了两张 CD 给我说，一首轻快的，一首情歌，自己去弄。我说好。然后我就回家。你知道我确定你们真的睡同房，因为他走出门来就可以丢东西给你了。没有，因为以前在旧公司的时候，他就出来说：“这两首歌自己拿去填一填。”他说：“好。”他就 是他就走进房了。我就拿一首就是《瓦解》，一首就是《香草把布》。然后那个时候《香草把布》，我们那时候刚出道嘛，预算不是很高，就是可能只能就近找一些漂亮的场景。那时候选择老松国小。哇！然后老松国小呢，那时候我就是我想当年的时候，我很会跑，很会跳，然后所以大家在 MV 休息中间，我都在跑啊，在那边灌那个小学框，很好玩。然后所以那个《香草把布》MV 很多这样的内容。结果那一天他那个我们的经纪人就说：“我跟你讲，弹头等一下那个下午的场景是到老松国小。”我说：“老松国小。”就一去看到大门，眼泪就流下来了。真的，你这么感性？十分的相当。真的。对。所以他这种一个那个硬汉的外表都是就只是保护色而已，因为弹头哥就是写词嘛，我相信是他才是真正柔美的精神。他刚刚在赞美你们身上所有的元素，他身上集大成于一身。没有其实我是要靠这些衣服，这件真的还好。你靠的是你的脑袋，还有你头上那几只米老鼠。对啊，写歌其实就是不要那么客气啦。对啦，就是今天就是让你侃侃而谈的，我都让他们三个都亮着，就是他们今天就是走名模坐台的概念就好了。没有，我想说他们可以多唱一点，然后你也要唱啊，不然要啊，是啊，当然啦，就是今天难得来有这机会，荣幸听您现场唱奇迹吗？这样子吗？对啊，哇塞，能够来你们这边上这个节目，才真的是一个奇迹。你不要再这么做作了，谢谢，我跟你讲。好的。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荣幸，让你在这个这个场地，其实认真说，你待会好的表演，应该还会蛮喜欢。这太厉害了啦！你看这挑高这么高，这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了吧？我看。我觉得你这样子也是蛮一个蛮实在的赞美，我相信我们老板应该会很开心。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是那个友台的那个。对，所以没办法，我们要招待地表最强，所以要弄个全球最大。高啊！那果然用十分相当高的一个挑高，真的，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就是希望今天就得蒙各位开金嗓，昨天才刚开了记者会，是不是？然后今天就移驾到这个地方来，还在这个中午您不太习惯的时光，然后在醒来准备唱歌，想说哇塞 KTV 啊，哇，对啊对啊，那还好有三个孩子，就是随时都可以开嗓。那您如果刚好那个嗓子还没有那个端音的时候，那你就稍微自己没关系，我用。任何地方都可以唱，真的，对，不要担心。好啊，那我们就先来听你们唱这首《奇迹》。好，谢谢，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就站着吧，都可以啊。
轻松。好，站着好了。站着，队长站着。以示尊敬。哎呀呀呀，那我謝謝我们哎不，您要您这个前辈就没有没有我没有我是您才是真的前辈、哎。高啊，好的。真的吗？你唱的还开心吗？是十分的，看你有点那个周杰伦的感觉，有点紧张。你紧张什么东西啦？你都要去全世界巡演了。就是没有，就是这个不太一样。不过就是一个全台湾最大的公司而已。哦，这听起来蛮可怕的。也还好啊，对啊，刚刚那个，哎，我们刚刚起的那个头，那现在我刚刚那个制作人跟我说，网络上大家现在回应就是很有兴趣，就想要问弹头说，那你可以大概讲一下那些成员怎么进男权都唱了什么歌？哎，哦。你好唱什么歌啊？那时候刚刚有特别问你吗？啊，还没有。对啊，我只记得翠华歌。对啊，翠华、欸，对对对，怎么办？我叫你翠华了，不行，你要叫什么？你叫雨洁吗？雨洁唱不干。雨洁唱不干啊，严翔，严翔不是就唱刚刚那个小雨的那个什么歌？啊，你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唱过，你可以挑一首淘汰。哦，可以啊。对对，因为杰伦哥写了淘汰，然后有一次蛋筒就把我录起来传给杰伦哥。啊，对对对对，你可以。对啊。哎，你们这些人的歌都很特别，都唱不该就该了，然后唱淘汰就会被选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唱不该就该了，唱淘汰就会被选上，哎，不错，这个梗。阿伦，阿伦，你现场就假装没有被淘汰一下。好。好，直接从快要进副歌前。好。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戏剧收尾，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怕了。我们的回忆没有走着，你却用离开躺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哇，谢谢！你好厉害哦，你把一支平常就只是拿来跟人家访问的简单的麦克风，唱的跟好像周杰伦手上的那个金麦一样的厉害耶！谢谢，一个会唱歌的人就可以让这个东西变得很有生命。就像他可以把这件金葱的外套穿得这么的有型。其实都要感谢，就是在这两年来，就是弹头哥就是时常会提点我很多有关唱歌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他应该不只是一个队长，哎，他看起来其实是你们的某个老师的概念了，妈妈嘛。啊，南拳妈妈，对，他们准备带你们去找北腿爸爸，然后其实我们三个叫南拳宝宝。哦，你们是南拳宝宝。原本有想说，原本想说，哎，他们几个那么年轻，那你这样。
有点不，哎、啊，那他们就叫男权宝宝好了。一开始是这样子，觉得哎、欸、好可爱哦、喔，然后后来要讲、啊，后来结论就说，哎、欸，算了。男权宝宝可能没有什么商演，那还是男权妈妈好了，比较有商演，也就一年接了60场这样。真的感觉很好，哎、欸，你连这都很周杰伦哎、欸，有吗？有啊，不然呢？就是我们也不过就是个 fan， 然后你在我们旁边，就我以为周杰伦来了，哎呦，真的是好嗨哦、喔，嗯嘞，对啊我完全不敢，不会啦，干嘛这样子说？而且今天就是你是来介绍5.0的那个成员了，然后你在这个团那么久了，一定有很特殊的一些特别的感情啊，不然你怎么会这么舍不得离开？都颜值都跟就体型什么都已经跟人家越拉越有些差距了。不是，我们其实这个男权妈妈是去无存精。因为我就是被去掉那一个，所以才能留下来。我想说，我正想要向你跟其他人道歉而已，结果原来是你才是那个这么特别的一个心情。我很感谢我们的前团员啊，他们就是打拼了很久，然后大家留下了不一样。哎、欸，说真的，这个团名很红哎、欸，就男权妈妈其实还蛮厉害的。虽然说谢谢大家，所以这样也很对，就是永远叫不出成员的名字，所以成员可以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就是 cover 对方的概念，就是你哪知道哪天就把那个 1.0 到 5.0 全部组成一大团呢、啊？你们可以开一个什么、我们想过是不是做一个演唱会，然后因为每一个时期有不一样的歌，那像我也真的很会想、欸、像 Lara 是 Lara 时期是下雨天嘛、那我跟她唱的是牡丹江，是，然后惧怕时期是小时候跟香草马步、白色裂痕，对，还有瓦解、每一个时期可能 KTV 大家有唱的歌都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觉得那其实那么我们全部组起来弄个演唱会还蛮好玩的，还蛮不错的啊。然后就大家互相对对，然后周杰伦来那个地方当个嘉宾，暖场。哦，我觉得全世界敢叫周杰伦暖场，大概也只有你本人吧？对啊，干爹，对不起，我就想说你本人就是常常在帮他这个各个那个大小场子跑来跑去，所以只有你敢叫他暖场。没有啦，他真的是也没关系啊，这样听起来很酷哎。但暖场有人可以在我们这地方讲话这么浮夸，我就觉得好棒。我今天已经很保守了，因为刚起床、不敢讲话太浮夸。你要不要确认一下，刚刚你的 line 一直叮叮叮，是不是周杰伦 line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他如果真的有在看，我个人也觉得很感动啦，但应该是不是啦、下面10场香港演唱会你不用唱，你去菲律宾。好好好，谢谢谢谢，真的很开心哎、对啊，对，就是很感谢他一直给我们机会、像这次我走他的巡演，他就让我唱我跟他合作的歌，就《风退后搁浅》，然后他还帮我，他还帮我变成主曲，然后让我 solo 这样，然后已经唱了68场了，真的。到台湾场是第58到58，然后后来又走了10场，现在。前天从马来西亚回来就是第68。好，我们真的很荣幸哎，让你在那个中间空档的时候来我们安安大明星，这是一个就是。哇塞，这感觉太可怕了。其实我还蛮想来这边上班的。真的吗？你怎么可能？你在这个地方上班，我哪请得起你啊？那么贵。哇塞，天哪！真的、我觉得今天其实我完全没有反击的力量。不用反击啊，来这个地方就享受就好了。这个地方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啊，充满了温暖。所以哥哥，你有开那个口才训练班吗？我有哎。洪延祥有来上过课啊，有，他以前是我的学生啊，难怪，不然我刚刚怎么会跟他有那么多私密的对话，然后太可怕了，一直不知道说在做什么。这孩子那双鞋子从黑的穿完穿绿的，我就是心想说，他也真的黑的白的什么，他很爱这个鞋子。对，你记性好好哦，是不是？我就说他是一个有忠诚，就是对信念是有忠诚的人。他那时候还一直跟我介绍他那双鞋子怎么样，那是我们上课的讲了第一件闲事。可能那也好多年前，然后重点是还没有换鞋子，你看我多节俭。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哇，这孩子好特别哦，怎么会爱一样东西，只要换个颜色其实就可以了。就像我爱男权妈妈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啊，就换了谁都一样，男权妈妈在你心里永远都只有一个。对，就是一个这样的招牌这样。对啊，因为男权妈妈以前这个名字是男权是杰伦以前小时候的笔名、对对对，写纸条 那个时候是笔名，他就因为他觉得中国风很帅，他高中的时候就会写信啊，有他下面写男权这样，很其实蛮厉害的。他有跟你说他写给谁吗？我们比较想知道。可能写给刘德华、张学友什么之类的，好不好笑？我觉得这些都不好笑，这是假的。好了，就是当然是那个时候的朋友嘛。然后后来，有一天在他朋友里面手机里面看到一个男权妈妈，他想说，是谁的电话？谁这么酷？原来是不是？然后是叶慧打来的吗？一拨去，就是叶妈妈，真的吗？对，然后讲说，哇塞，这个名字超特别的、因为他的笔名叫南拳、然后
他以前淡江中学都知道他叫南拳，是杰伦的笔名。然后后来因为他很帅嘛，他现在音乐班的第一名，很帅。然后就是南拳妈妈，就是叶妈妈，就觉得说他长大以后呢，如果当钢琴老师，他要开一个音乐教室，就叫南拳妈妈。后来有开吗？没想到误入歧途，跑来当天王，所以怎么会？然后他就把你们组成一个，哎，他你就是个音乐班啊，然后你就是那个班主任。对对对对对，是一个这样概念。对 对, 对。而且你们现在的成员里面已经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哎，你们从十二月到三月每个月都有在过生日，然后每个月办一场就好了，办一场生日会就可以。好像是耶。你怎么知道？啊，不然你以为我真的都没有做功课？天哪，我的老天鹅啊！真的太厉害了，掌声鼓励鼓励。哇，下个月就是那个燕豪生日嘛。景豪，对不起，我燕豪，燕豪景豪，对不起，我跟你道歉，对我印象是，对，没关系，但我知道他几月几号，这样可以弥补一下我的。你几月几号都知道？对，他二月十七，然后那个妹妹才刚过完生日，一月二十四啊，然后延翔三月二号过生日，太强了，哇，真是太厉害了，好厉害啊，所以厉害的，就是今年圣诞节前就只能再给你祝福了，哇塞，哇这个一定要哇扣谢，感谢，真太厉害了。这样子的连结对你们来说就是一整个就是有一种风调雨顺的概念，应该再也不用怎么特别换成员。这口才太好了。真的，从十二月开始下雪的日子到春暖花开，你们都可以一直在那边。哇塞，跟大家好棒的，好不好？你的生日会我们就是找大哥一起来，我们来可以吗？办一下，对啊，这个荣幸啊，真的吗？怎么会是呢？这是一定是我的荣幸啊！二月十七号，我先把 schedule 先check 一下。真的，我就心想，哇，人一直换来换去，总有一些就是找到一个连结之后，会有一些特别的感情。对，然后你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也可以跟大家有一些。对啊，其实就是，比方说像我跟其实旧团员张杰啊、宇豪啊，然后巨炮 Gary Lara， 其实我们偶尔都会聚餐这样。会啦，你看起来就是个性情中人，虽然长了一个凶巴巴的脸。我有吗？没有吗？你这脸还不够臭吗？你以为你真的长得帅哦？今天的妆是怎么样？因为你有自己化了没化好，对啊，你这有这样，你应该自己化了没化好，看起来会凶吗？也还好，也还好，真的。对，没关系啦，你真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男人。千丝万缕在心里，然后就是想要两个字，就是人生一定要成功这样子。这是应该大家都想吧？是不是？也不一定哦，但你的信念很坚定，就是所以才会让你有如此坚毅的表情。哦，应该是说眼神，应该是说那些人就是准备来当偶像的，他们还好，帅帅就好。就是他们都有他们的才华，那就是说，但也要遇到你这个人啊，愿意给他们展现才华。嗯，因为我不讲常跟他们聊说是。我告诉你，会唱歌的全路边石头砸，可能都会遇到一个真的。我说，但是会唱歌又长得不错的，可能就应该是会唱歌长得不错，等你新的人就这几个啦。对，所以我说你们一辈子。樊小红也想那种长这样子、唱这样子，其实也是路上也是有，但是他就得你的心。对，有。没有，其实我很少遇到哎、啊，真的、哦，我觉得他很特别。有啊，红叶想很特别啊，是一个乖的孩子，真的，他是我同乡哎，真的，对，真的、啊、太酷了。我要证实一下，我们两个之前就是关起门来什么都在聊的那一种，对对对，还有。都知道，对，然后什么都聊，就是想要把它变得很强大这样子。那时候他在演戏，然后门关起来要把它变得很强大，就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就教他一些我自己认为在他身上可以给他的事情这样子。他来上，哎，有上过大概四五次、五六次吧。有。他那时候拍戏，然后有空周间就会来这里。上说话课啊，口条课啊，还有一些，还有跟他一些应对什么，跟他聊天解闷的。难怪他那个男权刚组的时候，那我们上所有的各大平台的，就是节目，他最稳。我真的觉得你实在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我认真的，你认真哦，我认真的，他最稳，因为像景豪他可能就是一直都会唱歌。所以他对于这一些应对啊或者聊天啊什么的，他有时候比较害羞，对然后小妹妹更不用讲了，也是害羞。翠华，翠华，翠华姐，翠华端盘子，你今天就有外号，你叫翠华姐，他也叫她翠华，然后翠华就会一直在这个地方，然后为大家上出最好吃的各式甜点，还有各式的小点儿，什么都可以吃。我觉得我跟雨杰可能是唱的比说的好听，也不是这样，我觉得各有重点。那我觉得他是。能侃侃而谈，而且我觉得聊得非常到重点，这样子。真有那时候對對對啊，这样听起来很感人呢。我课都没有白上的，真的。他入行也第一次来上课的吧？我说你入行来这边是啊，说话课的话，还有一些感觉真的是
还蛮，你现在是准备要自拍，还是一直有人叮叮叮叮在找你？对，因为他要叫找我去菲律宾，我只好把他关掉。我真的觉得，对对对，真的是也是蛮好的。天王的电话不一定要接。我懂，我懂。好啦，今天就是他们就是跟你一起这个接下来要一起打拼的一段时间的人，然后等到你觉得他们足够强大的时候，想要飞出去就让他们走了。对啊，应该是这种样子。我觉得很棒啊，而且我心想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说不定翠华天就变张惠妹，或什么。哦，对，他那个这个老差人家太远，但是真的要努力。对，就是在心情上看自己可以有一些期待，就是对不对？我觉得我从他们第一天入党，跟他们讲说。我听成第一天入党，我想说这是一个党，第一天入党，又想要男生妈妈，男生妈妈是一个歌唱什么党？然后 OK， 我说哇，你是党主席耶！我说从他们第一天进入男生妈妈，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以后有各自的梦，你们可以飞，但是现在跟在扎根的时候，是很荣幸男生妈妈能变成你们的平台，那希望你们在这边学到你们该学的，那也许如果。就是有这个运气，你们也可以在你们经济上能够让你们无虞，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怎么办？我今天看到你一直很想跟你讲话，然后就忘了说，其实你们今天还安排很多要唱歌，然后把这三个孩子都忘了。没事，我们先聊天嘛。没事啦，就是你知道、就是、晚上再唱啊，晚上再唱，所以要聊到十二点哦，也是还蛮好的。今天有帮我们准备那个，不然两首歌都各唱一半就好了啦。另外那两首，那我们就准备一半来的。也OK， 对，因为还要再加上听见下雨的声音啊，等一下自己练一下。好，可以啊，他们应该都会吧？那是就是比赛歌，他们比较会啦。对啊，翠华应该也是都很会。对对对，一直叫你翠华，快点叫什么名字？跟大家郑重的再讲一次。我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宇杰。他如果这样上课，然后我一定会骂他说：“你是要几次大家好啊？”是不是？怕大家不认识我？不会啊，就中东金小班，我是宇杰，我是宇杰，羽毛羽什么对啊都不讲的。羽毛的羽、啊，羽毛的羽，羽毛的羽，然后密布密字旁的节哦，厉害！这口才老师在这边，所以没事没事，那你改天再去帮。老师，我可能要报名要上课、哦、报名吗？那你跟姐姐说，姐姐那边姐姐帮你登记。真的真的。好啦，哎、欸，带着他们在唱个歌，小孩来就是要唱歌嘛，好歌是要让大家知道，不然这些去那个外面。听说哇，那边比赛比一比，人家帮他转身不够，他还去当人家的导师。对对对，他们两个居然还跑去当新生有饭的那个导师，有啊、就是就人长得帅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对，然后去那边讲说，哎、欸，24岁来当导师是怎么样？好结果哎、欸、还好，学生那个就十岁，新生有饭也像是那种小孩的那个中国好声音。可是很猛哎、欸，那些小朋友超级猛。有那个刚刚他一直讲，他就说他都被吓到了，太厉害了。所以但他也没有在客气的，他刚刚唱，难怪没有被淘汰，他淘汰唱得好好，对对对唱得太炫了。对，所以说希望我们有很多机会，希望等一下有机会听到你 solo。你刚刚都很小声，都埋在里面，我都没有认真听到。哦，刚刚等一下可以啦。好啊，那来唱个什么先？心中的太阳是先唱个牡丹江，您决定吗？都可以啊，你们想先来个柔的。先来个柔的，好、啊，好啊，那他们要先唱《牡丹江》，来欢迎南拳妈妈。好的。哇，你指挥大家就站起来了哎、欸，弹头果然不是弹无虚发啊，真的太厉害了。好，没关系，我下次我会准备一些，好不好？好，来这边，要不然枪林弹雨的 okay, okay ，是不是？嗯哼。成一万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啥模样？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从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扬，风铃摇晃清脆响，江边的小村庄如水般安详。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我脚步轻响走上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进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床。
谢谢，谢谢，谢谢，太感人了，太感人了！这首歌就不管几点，您的南拳妈妈都一定要会唱。对，因为谢谢 Lara， 谢谢写这首歌的 Gary 啊、杨瑞代。那经典的东西就这样子哈，唱几年都觉得是新歌。就是其实像香草宝布啊，什么橘子汽水，然后牡丹江这几首歌，在我们到处唱，南拳妈妈每天都要唱，所以一定要啊，一定要啊，就是已经变成就是早上可以开嗓。不是因为我们只有这首歌能够过生活，也不要这样说，就是那只是你客气的，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其实也很难这样讲。如果这首歌重新再被你们五点零唱到，又再火一次，那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啊。欸、其实不错哦。对啊，好，用不一样的编曲，对啊，然后再做，而且他们三个有他们自己展演的方式。你看那三个刚刚站在一起，就真的像名模在那边摆 pose。欸、对啊，上次你们是不是有自弹自唱过一次做 acoustic， 做做牡丹江唱那个 What Can I Do？ 哦 ，What Can I Do？ 很不错，对，很不错，很不错，就是会啦。我就说他们以后上节目其实好玩的时候可以带吉他，有。对啊，然后我就觉得看可以修修吉他，然后唱不一样的版本。没有啦，我觉得就是让大家看起来舒服的组合，然后那个歌声让大家听起来就是悦耳，这种表演就永远都会是大家喜欢的。而且你看你在这里面一点都没有违和感，他是吗？当然啦、啊，天哪，你知道庙里面总是要供一尊大佛的，才会有一些那个神气在，那感觉真的很好。哎、欸，你刚刚站起来，你开口，他们三个就闭嘴，真的，严翔连那个 pose 都不一样，我有看，真的啦。翠华在唱歌的时候，他在那边这样子，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就这样立正肃静，真的，你要不要回去自己吊带子？我们的节目是可以被你回放的，就回去的时候，你今天晚上搭飞机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大家见，好吧？我知道你今天好像泉州嘛，对啊，你不是要就去忙碌？大家其实就是今天很难得，真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在这。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因为我们待会就要去机场，我知道啊，所以我们也很担心耽误你的行程，但又好想多留你们一下。我们也很想，我们其实想要在这边打工。你不要再骗人了啦，这边付不起你的薪水啦，真的是哦，开什么玩笑？您是个才子哎、欸。真的才子不一定长得像洪彦祥那样啦，我确定。才子如果才不好就去种田。不会啊，而且你现在这一组算是历来颜值最高的一组了吧。我是不敢在前团面这样讲啦、因为我们也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是最帅，他们也曾经年轻过。但是就是、他们是2018年的颜值算是最好的，对对对，从2018年这个点往前看算是最好的，算是对可算是。我终于看到本人了耶，真的哦，真的，我那时候真的有认真的，他那时候在那个节目的时候，就是那个节目就是很红，就大家都会想要看那时候。对对对，我真的终于看到这个人了。哎，那个人我常在看了，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应该大家看到他会比较嗨。哦，翠华，我终于知道翠华原来是，虽然没有机会到香港的翠华，但是今天在台湾看到翠华。我跟你说，你在香港。你就叫翠华，我跟你讲，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名字在。比如说我是雨杰，小名翠华，对呀、啊，就从我们在安大明星之后，你就翠华，顺便帮我们宣传一下，我们看在香港会不会有人来理我们，干嘛小气呀、啊？好歹翠华是哥给你的一些小小的那个 idea， 对对，你就说是哥帮你取的这样子。也对也对，然后回来翠华如果红了再回来上课，不红就不要来，好现实哦。不会啦，不过这个弹头。我可以感受到他对南拳妈妈的喜欢，然后也可以感受到这三个人在这个唱歌里面其实也愿意一直散发自己的很多的热情。这里给他们算是一个很好的那个靠岸的地方。对啊，就是漂泊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等待也真的是很无奈，然后总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去，不要说大展身手，就是可以有所发挥。人在那个等待过程当中好辛苦、哦、刚那句话写得太好了。漂泊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哎呦，然后等待什么，等待也是一个，你再去看回放、哦、我讲过就忘了。我以前都不准洪彦祥录音，我跟他说讲话就这样，今天讲过了，讲过就忘了。不是，我刚想要把那个截取那一段变成的歌词。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可以主持你的新歌发表会吗、哦、你都好歹都偷着我的歌就是。对对对， 我偷两句，然后从今以后就是不要那么大场，可以不用找交歌的时候可以找我、哦、不要这样子，不要我们可以下跪吗？谢谢。你不要这样子，你这样下跪我要跟着你在那边移动我的膝盖。为什么有人这么会讲话？也还好，我的天哪、啊、没事。哎，你是一个写歌词的人，在你身边其实讲话还挺有压力的、不会啊，我会偷偷截取，然后给你截取啊，反正到你那边又会有新的生命。 I don't care， 不是 but I care， 因为 你很厉害，真的超强的。没有，我觉得跟您在这个地方，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见面啊。所以其实这里面真的认识就真的只有洪彦祥、哦、有，然后看电视就认识这一位帅哥。
然后吃餐厅，吃餐厅，我还真是忘记那个，但是他就是叫翠华了。你看今天来这个地方，什么大家都有了。其实今天真的来这边，我真的很紧张哎。你干嘛紧张？你是很少这样讲话吧？还是说其实就是哎，这主持人像啊，我怎么办？啊，严想的哥，我跟你说他是建安哥，我认识他。会很少有是签唱会，然后下面的朋友都在玩看电脑的，没事工作，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开心你们来我们这里，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听见下雨的声音，如果有南拳妈妈来唱一下，我觉得是蛮嗨的、哎，可以啊，愿意吗？可以啊，可是我可能没有卡拉、欸，还是要怎么帮你准备卡拉吗？清唱啊，清唱，可以对不对？对，那对啊，你们就代表、哦、真的好吧？就他们代表，他已经说了，就是你们代表哎、欸。这首如果没有唱，我就直接把他们退团，然后我们直接组六点零了。哎，可以哦，好，好不好？你请你们的 key 啊，可以啊，可以啊。哎，天哪，好酷啊！请你们的 key， 你请。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这个是太低了，太低了。嗯，而我听见，可以，哦、来，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幸福也可以。很安静，我付出一句，很小心，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敲醒，就怕情绪红了眼睛，不舍得泪在彼此的脸上透明。耶、yeah! 欸！翠华好懂事哦，翠华知道弹头有圆那个老花眼的马眼歌词呢，好远、哦，对对对，这是完全即兴的，我觉得对啊对啊、欸，而且你们有一种那个美声团体的概念，很感动哎、欸，没有不敢讲了，就是真的谢谢你愿意努力，谢谢你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帮我们做这个小小无理的要求，可以再来两三首吗？打结两三首吗？两三首，还有一首啊，我们不是还在唱一首《心中的太阳》吗？哦，对啊，你愿意这个时候把它唱一下吗？我好担心他们一直跟我说你要赶飞机，然后他一直在跟我讲说他要坐飞机，我就心想说我还在聊天、啊，前面半小时我觉得都在暖身，我现在终于暖开了，你懂了吗？可以聊了，对。Okay 啊、还想继续 KTV 下去，就唱你就唱，就唱到你飞机前一刻可以 check in 这样就好。我要以后我们去那个去钱柜的钱就省下来。我觉得是来这里，然后反正我酒水我们招待一下，怕你没空来而已。啊，我现在讲认真的耶，我真的啊，你愿意再来，你十天唱完之后再把这几个兜起来，但是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换他们唱去哪里了。哦、啊，2月17号，不然我们可以在那个合体一下。哎呦好、哦，2月17号是大年初二，大年初二啊，对，哦，那还是该改天好了，还是一起回我娘家。你娘家在？我娘家在我家，你们一起来我家玩。哎、欸，你们今天又要飞出去，是大家一起要去商演？对，哦、對全是是你个人要先去哪里，然后他们要去哪里？我跟他们飞完泉州，然后你再去杰伦那边唱。没有，杰伦已经到3月，哦，3月，我们已经杰伦那边已经放寒假了。哦。大家都过着开心的日子，哪会啊？那个有忙碌的日子才是你喜欢的。啊、对，对啊，你怎么会闲下来？没有工作太可怕了。我知道啊，人生就是在一个想要用力打拼的时候，希望每天都被排得满满的。对，真的就是希望你就是脸上就写这个样子，谢谢，然后就愿意一直在唱歌这件事情。所以，大哥，其实你会读心术，对不对？我没有敢读心术，我会感受你的心情而已。对，因为你知道我有一个8岁的女儿，没有工作不行的，要努力。可能也不是啦，那算是一个理由而已啊。你心里头其实有很多雄心壮志。对，我对南拳妈妈是有期待，我相信是啊，不然哪有一个人就是宁愿。就是跟人家那个什么年次差那么多，还一直在那边跟货着都不想走，哪有人这么不要脸的？哪有他不要脸？南拳妈妈都几代了，他们没有你这三个叫南拳妈妈，也没有人要看了。对对，是不是？真的，翠华，你说是不是？是。洪彦祥，你说还是需要一个定心丸？真的啊，洪彦祥那时候来，然后来演戏的时候，啊，那洪南拳妈妈啊，弹头，然后你说嗯，好，彦祥弹头就这样子，你能明白吗？嗯，就是我，因为我们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来台湾，那其实回来真的就会比较紧张，但是就是在，但是回来就很开心，就像我们台北场唱回来，哇，其实大家是最紧张的，真的，因为近乡情怯，家人都在，然后你在
海外也许每一场都五六万人，可是就是哦，我懂我懂。可是你上台，你会跟观众一起享受，然后会嗨，因为这边举手说你住哪里，富锦街，然后你知道，哎、啊，我在隔壁，跟在外面不一样，是这种概念嘛？我回来唱小巨蛋的市场的时候，哦、超紧张，我相信啊真的，你这种人就是那种古诗里面那种一样的啊，少小离家老大回那种心情，然后回来之后就要衣锦还乡，衣锦还乡，衣服都紧了，你看，我懂我懂，好紧哦，真的，然、啊、后人还香香的呢，真的是，就是觉得，每次来台湾，我们回来做一些。每次来台湾了，他已经不知道他回家，他已经把这回啊，已经讲到，就是觉得看你有多长时间都是在，会有点那个近乡情怯。我懂，我懂。对，就是觉得近乡情怯这句话，五分钟前我有帮你说过。啊，真的，你讲过。我以为我比较特别，我以为没有，气死我了。没事，就觉得很谢谢很谢谢我们台湾的朋友们，有啦有啦，还稍微记得南拳妈妈这样。有这三个新5.0的成员，我相信对你这次的南拳妈妈的这个品牌，应该也是一个新血的那个注入，然后你应该也会有新的想法去把它介绍给大家。我很感谢我的老团员，但是也很感谢我新的成员们。他们哪有知道，他们都是新小天王了。翠华还是这么有名的餐厅呢、啊，开玩笑。对，最新的那个最有名，因为他是翠华。对，翠华感觉蛮好的。翠华妹你好，好棒哦。然后那个来唱歌吧，你今天准备的都把它唱完，都还帮我们加演了。好啊好啊，我好担心你飞机来不及哦，不要再催我了，我要让他唱歌了。是啊，好啊，谢谢大家。那就带也不是唱完就完了，唱完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好好道别、哦、你何必这样这么见外呢？我不是，我想说可以想要多唱三首哦，可以啊，你愿意的方式跟你和你自己允许的时间内我都可以，这是一个直播，那反正现在就是你知道大家都为了你、然后今天南拳妈妈来大家也很开心啊，真的十分相当感谢，是真的，谢谢。我们就看了就好像看到周杰伦一样，哎，高啊，这个完全高攀不起啊，不要这样说，但事实上就只有高攀不起、哎、但我们也不能随便在别人面，除了跟昆凌可以这样讲以外，不能跟别人讲这句话，是这样说、好也是不好说，我这不能乱讲话，当然当然当然、哎、然后今天干嘛不好意思，不会不会不会然后你一定是他们很重要的朋友，然后他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团交给你，谢谢他们。然后你看现在有这么帅的严翔、还有景豪、还有翠华翠华玉洁玉洁，我对不起你一直叫你翠华但希望你就是因为翠华而觉得开心，然后让玉洁更有名这样子。谢谢天安哥，哇，好厉害，太厉害了，真的啊，太棒了，真的。景豪就是、我终于看到你耶，哇，怎么可以人长成这么帅。好，洪一翔就说啊，你都没有跟我说什么啊，就老朋友啊。好了，可以唱歌，唱歌，唱歌。好好，唱歌，唱歌。来来来，那唱《心中的心中的呀》啊，欢迎南拳妈妈，耶、谢谢。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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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耶耶，太开心了太开心了。我们今天终于把那个你们带来的歌跟我要请你们唱的歌都唱完了，谢谢谢谢，真的非常的开心。想不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聊得跟好像认识十百年一样的。我其实那个觉得今天实在敬佩，非常敬佩大哥的口才啊，真的。因为我们等于基本上都不需要动脑筋。你是嫌我很吵？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主持得太好了。没有没有没有，谢谢，真的谢谢你们那个把那么好的东西带来。没有，我们、就是、你带来好的新成员，然后你还给我们这么温暖的。就是没有老屁股的那个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大家、就是欸、真的耶。其实要跟你聊天我其实是有点紧张的。我会吗？对啊，对我来说你是一个这么仰之弥高的男权妈妈创始团员。想当初我还有你们的第一张专辑。真的假的？对啊，那时候我还在电台巨炮的时候。真的，我的老天鹅啊。我就心里想说啊，我要访问男权妈妈耶，我只认识洪延祥太紧张了。然后还想说那洪延祥不重点啊，因为里面有弹头啊、嗯、这样子。不是重点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总有一些你知道孩子们懂那个辈分的存在，他们今天都用一种很尊敬的安静在你的旁边陪伴。没有没有，我对他们不好意思，让你们今天都没有太多说什么话，但我相信延祥有感受到我跟他之间心灵的交流，就是眼神的交流。没有没有，我跟延祥就是对啊，延祥这里面还有偷写感谢卡，他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他上次发片也写了一大堆，就写在封面上、哦、我本来想把他 PO 出来，想说算了，这是孩子给你的心意，不要随便公诸于世。他真的很温馨，我觉得他是很温馨的一个孩子。你知道我们同乡的不会随便，我们那个家乡都是专门养一些好孩子。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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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真的认真的。然后他们两个真的也好可爱哦、喔、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他好安静哦、喔、他一直在看我们两个在聊什么。其实他，我觉得他学习能力很好，他应该没有在学，他在享受。因为他昨天，你昨天有啊，昨天那个整个，我想我一阵子没看到他们，因为 我去跑杰伦的嘉宾嘛，然后大概有一个多礼拜没看到他们。哎、嗯，春雪哇，好片好会讲话哦。其实我是很聒噪，但是我今天完全保持一个真的，我今天对你也很不好意思，但你今天感受上来说就是一个帅气的安静，然后在这里就是你知道这样就好了。我想当一个安静的旁，就是旁听者。不用不用不用，你歌声出来就足够让我们震撼了，这样就可以了。昨天有一个加分，我觉得太棒，我一定要颁发一个奖金给他。好啊，你说。就是昨天对不对？大家不是有在聊说，哦。就是什么大家会聊说啊，我们在杰伦身边啊什么什么、嗯、可能有一些网友会聊嘛，那就是可能用一些反正比较没有那么好听的字眼，但是我就觉得说哎、不然你来啊给你啊，我的位置给你。这就是你的真脾气嘛，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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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概给你这样应该就这样子吧。那今天来这个地方，这个知书达理都是装出来的，对对对，其实都是有一些心理的。然后很好玩的是说、我就觉得这个很无聊啊，就是真的很无聊、就是不会啦、这个时代就这样。我就常常跟他们讲，我那时候记得跟严航上课、我就说不用理会这个时代的那个其他的工期，把自己做好就好。这个岛太小了，就多的是想要酸死你的人，没有人会为你做更多的赞美。然后昨天给一个超棒的助攻，他说：“你说，其实没有哎、直接跟着去了，哎，其实没有哎、他写那么多歌，我看网络的骂的都不是他，都是其他人，我还得罪其他的，就是没有。我觉得，然后我就说，哎、好，下台领5000，马上给他讲。我觉得他其实反应很快的，但是。”就是说其实可能有时候接受访问的时候、他 tempo 他有时候、他不太知道，他总是去大场面过、跟你一样。哦，没有，有啦，真的啦，站上那个舞台不容易，我相信那是一件很，那是一个很震撼的训练、其实他去的时候我有吓到，因为之前他们有找过、我说我去很奇怪啊。不会啦，你去不奇怪，我没选上才奇怪。没有，一定没选上啦。那么厉害的地方、每一个都那么厉害，连那个连卡车司机都超厉害的。哦，真的，种田的，唱山歌的，那每一个都那么厉害。我都怀疑他们那卡车司机他是卡车公司老板。对啊，那个超太强了，我就觉得说，哎呦，我才不要了，那都那么厉害的人。然后他就说，我说你好，有找我们两个。我说，我跟你讲，我去比太怪了，你去。他蛮适合的啦。我说，你去。反正那个这个比赛，我觉得因为我会有点紧张，你不能去啦。我觉得他你去好为难别人哦。没有啦，没有，那都很厉害，都不知道到第几次把你淘汰才对。然后他叫他去，哇塞，好强哦。就是他去见识完回来以后，我觉得他变得更棒了。是啊，因为他看到更多更厉害的人了。然后，他反而回来这个工作啊，他就知道说，
哇，我能够唱歌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而且虽然他也唱得很好。你也不要这样子，你要多带他们出去走跳了。他能唱歌当然很幸运，但是要带他去露脸，不然只会唱歌在家里唱 KTV 也不是办法。没有，所以我们其实再回来我台湾最重要的就是来上您的节目。我真的觉得您是认真这样说，那下次你回来的时候就再来。来啊。认真、啊，然后结果敲档期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八月才能合体。我心想说，是怎样？现在支票可以随便开的？没有，我们回每个月回台湾大概都会有，可能就是一个月大概会有一周的时间在台湾，但是都是分散的，是，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在台湾两天，对，所以那两天就。随时 KTV 好啊，没关系啦，过去的已经来不及了，接下来两个小帅哥都要过生日，可以帮他们各办一次见面会嘛、欸，好不好？就是你们男权妈妈也可以、欸、那交给我们的、那個、对啊，感觉上来说也是，希望翠华你能够如那个餐厅一样的厉害，翠华姐哟，还喜欢翠华的，但是我相信人家会知道你是雨洁的，不用担心，对啊，但是有翠华一个小名记起来，其实件很可爱的事，永远。你看我们刚刚只是随意问一下、欸、他们真的在网络上心里就想说那男权妈妈唱进来的人都唱了什么歌，你看你今天来的一个就是大家有新的记忆点、嗯、觉得要加入这个团体其实是有一些必要的条件跟自己的才华的、嗯、就是我很感谢，真的很开心跟你一见如故耶、欸、然后我们真的是交浅言深，不好意思，不，我等一下会让两个都生OK， 你有多那我们就来。你有多深，我就有多长。OK， 庭院深深，就继续来生几许。希望我们两个就是可以成为好朋友。对。然后，帅哥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自己？讲完之后，节目要结束了，好惨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全新单曲《奇迹》。然后，目前我们已经也在筹备下一张的专辑了。然后，希望可以专辑很重要，对，带来给大家更多新的曲风、新的感受。哦、对，我们最近一次在有活动，在台湾的活动是2月10号，2月10号台南的统一狮路跑，对，统一狮路跑。对，那我们会在那边演出，在表演，还要顺便去跑吗？我那么老了，跑什么？他们两个可以啊，红衣堂会跑啊，红衣堂高手哎、欸，这我刚刚不会，今天啊，就要到我来讲。哦，那地点在台南啦，对，对在台南，就2月10号，然后我们会在哎，2月10号离过年几天啊？没有，还早。15号是除夕嘛？对对对，过年前，大家先运动一下，然后除夕然后再大吃，再吃大吃，你最好会大吃，你就听你在那边唱国歌，对对对对，他都自己讲别人，都这样讲。然后那个今天就是很开心能够有一个这样的理由，然后把你们找来，我非常的就是一首歌，我们非常的感谢，而且真的是谢谢你们来安安大明星，希望哪一天就是您可以。就是如果有荣幸，就我们周杰伦也一起来一下，他回去帮我跟你那个推荐一下。可以，我们回去问问干爹干妈。对对对，就他有空啦，然后刚好发片，然后觉得说，哎，这个通告还蛮有趣的，可以来玩玩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哎，我有个地方唱 KTV 超嗨的、啊。嗨对啊、我们就是一个纯交线，他来这个地方，我绝对让他享受万民拥戴的哇塞场景，就是连我们来，我们第一次跟他敲通告这样敲的，请你回去转告一下什么事。不是，我刚刚其实在里面说哇，你要在上面唱歌，真假的？对啊，在舞台的正中央、欸，哎，这是我们的中间舞台啊，这边是三立新闻网，这边是三立新闻网的社群，在过去是我们的 Vido， 然后今天你们在这里唱的，其实有些记者可能也许都已经发出一条又一条简单的新闻，真的。对啊，我们就这个地方，希望男权妈妈的也可以借由我们的那个，大家互相，这个行业有些时候就需要这种无私的帮助。谢谢你今天带这么好听的歌声来，没有，谢谢，真的，谢谢大哥，不要这样讲，哎，谢谢你们，说希望那个安安大明星有带给你们特别的感受，有，希望我们还有下一张啦，有，然后再来唱，再来，我也想要继续再来跟江哥聊天，会，但是我会跟我要，真的翠华你也要来了吗？好，因为我们开始在写歌了，要，蛋筒要记得带他们来。不要说会啊，这什么通告，这都一样，这样子，对啊，那也可以来这。不然这挑高成这样，就已经知道是全台湾最高的殿堂了，好不好？真的。然后今天我们后续就大家期待看到你们写的梦想版啊，还有期待你们留下的自拍。我们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再来进行。好，谢谢我。希望蓝泉妈妈这张这个单曲可以广受欢迎。谢谢我们大卖，实在是有点为难别人，花钱买一支歌，但是希望你们的歌可以被人朗朗上口。对，我们还会在永志于心这样子。我们继续努力，然后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你这次找这么会唱歌的人，真的，然后加上你自己这么一直以来的坚持，没有了，我们不敢当。男权妈妈真的，妈妈都是天下最伟大的力量。哎呀，高，所以一定会永存的，妈妈永远不败。
我们会努力、嗯、谢谢大家，希望你们遇到北腿爸爸哈算了这是市场心那么小了不要再来竞争了对不 对 OK 谢谢蛋头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的同事们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了谢谢你们谢谢南拳妈妈下次见啊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